阳光、空气、水，是生命的三个要素。你和我，还有植物，当然都没有例外。在现代便利的都市里，绿色生活已经成为了身心都能健康的一种时尚。所以我不想依赖别人，我想要自己种一棵树。但是家里的采光总是不甚理想，不是阳光的位置不对，就是被大楼偷走了阳光，只是给了植栽养分，却又因为日照不足，总是成为伤心的回忆。想要在房间拥抱绿色，却又必须逼自己妥协，很多喜欢的植物只能和他们挥挥手告别，或是在别人的场合里过过干瘾。你想象过吗？在自己家里种一棵自己喜欢的树。 Aura 直照灯采用了近似晨光，是和行光合作用的光谱，完美拟真植物所需要的太阳光元素。植物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，不同品种生存在不同的环境，都有各自需要的光照强度，因此 Aura 直照灯皆提供了调光设计，针对不同的植物都能轻松的照护。Aura 直照灯采用国际大厂生产的植物专用灯源，在有专利的品质把关下，提供给植物最稳定安全的呵护。Aura 直照灯以雾黑及砂白来做产品的粉体烤漆，粉体烤漆较一般一体烤漆更加节省能源，更重要的是少了一体烤漆的挥发性溶剂，对环保和健康非常友好。毕竟照顾植栽的同时，也要考虑自己的健康。Aura 直照灯符合回收标准，可回收率达 98% 以上。产品通过台湾 CNS 以及 BSMI 安规认证，并采用编织线包覆，大幅增加线材的耐用性以及安全性。加上使用简约包装，不做多余的印刷，减少因油墨造成的环境危害，一起响应绿色生活。植栽这件事，值得我们用各种角度去欣赏它。我真的很喜欢他们，你也是吗？绿色照明，创造幸福减碳生活。